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！欢迎收看我们的《忍者刺客》。我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是蜜雅，我们今天要来占领这个洛圣都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次洛圣都呢被很多的帮派聚集了，我们的忍者帮呢当然也要不甘示弱一下。我看到超帅气的降落伞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我们现在地图上面显示的是黄色，黄色的都是我的帮派伙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呢最近的敌人呢都在上面啊，所以我们就多占一些地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黑色的是敌人在。我们先去把这个地方把它抢下来吧，好吧？最近的是这个，来吧，兄弟们，走了。来看看我们的，哇，我们的队友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哎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另外一个红发的队友，你看怎么走？走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地方啊！真的是跑得太远了，各位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去把这附近的小兵干掉，好不好？干掉才可以占领这个地方。Let's go， 各位 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。哇，满满的，冲啊，小姐们，冲啊！吼吼吼吼，开打了！砍他！砍死他！哎呦！别走！哇，165个人，打他，快点打他！36个人，哎，自己人，哇，哈哈哈哈，自己人砍自己人，我应该不需要伙伴的吧？该死，哈哈，被自己人砍死了。等一下，这还蛮好赚钱的。好哦，我们的自己人把自己人干掉了，干得好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一直出现骷髅头？是代表有人攻过来吗？啊，另外一边，哦，另外一边攻过来了，放开他，喂 ，miss， 哇吼！砍他啦！哎呦，痛欸！哎呦，被围殴了！过来！啊！哇哦，太强大了！哦，各位，我们成功守下了这个区域哦。另外一边又攻过来了，走、哦！好多钱呢、啊！还有15个人啊！快加油，把他们赶出洛圣都！哇！我的姐妹，哦，她还可以走路哎，太扯了！哇哦，太暴力了，这个干什么？啊！
散弹枪啊，散弹枪啊！哦哦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砍死他，砍死他，砍死他！过来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！他过来了，砍他！啊！哇哦，胜利啊！获得5900，哎呀，我们损失惨重。喂，不能让他跑走了。哎呦喂啊，呃，鞭尸。喂，我们终于守住这个区域啊，我们损失了好多姐妹。我捡一下钱啊。哎哎哎，钱一定要捡一下的，钱可以升级我们的据点啊！哦，好啊，你们先去，来地上那些刀拿去当做防身武器吧，好不好，各位？然后继续看看我们的最近的敌人在哪里哦。看来对面有一只，但是离我太远了，好吧。那这集先到这边了，我们呢重整一下，好不好？下次会有更多的忍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啊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